们就是想说过年嘛，有一些就是愉快的小活动，跟大家互动的小活动，就是大家可以把想要给我跟康妮的压岁钱寄到以下的地址。对，我们非常欢迎，对我们非常欢迎。没有地址好不好？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真的是开玩笑的。对对 对, 對, 對，不要当真，然后说我们怎样怎样。对，没有开玩笑的啦，那是康妮的 idea。明明都是你自己讲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打什么呢？哇，我们今天要打儿期间限定的关卡哦，宝玉长眠的春节结界，白骨精，白骨精。好，有两个，一个是面对面专用，它是有个奖励时段出现率有2倍哦。哇，那当然一定要选这个啦。对啊，那我选这个。面对面呢，然后你还不面对面，真的很好笑啊，哈哈，就很好笑啦。来，好，开好了。那因为呢，关卡里面呢，就是通通都是伤害币，然后加上很多的蝎子，所以我就选择带了这个打蝎神器春阵，是，然后还有一个最新的炫耀啊，开放生化的角色炫耀又可以啊，亚瑟。那边那么多雷射护罩，硬要带亚瑟，还是炫耀嘛，好不好？气我嘛，还是可以。大过年就气自己的队友，也奇怪耶。那我带的就是因为这个关卡就是有伤害币，然后有蝎子，所以呢我就带了一个就是人家称打蝎神器的那个村镇，然后还有一个朱丽叶，它是贯穿，然后它有8发超强引导弹。对，然后我们是想说呢，带朱丽叶的话，因为它贯穿脚，然后如果命为，因为他这一关其实被输出蛮痛的，对，所以就是吃心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。没错，对，前提是要有心啊，真的，没有心我们真的也是很尴尬哎。真的，因为这个关卡里面心常常很容易会卡在怪跟怪中间，然后或者是冰河盾里面就。很尴尬，你没有一个贯穿脚，可是都没有心要出来的意思。那就我昨天打，我觉得他真的是超猛的，决定还是要先撞。好，先杀蝎。先不要中毒，先逃跑 M 波。其实如果我们刚好有什么角色是。它是那个放毒气的扩散弹，更，因为我觉得蝎子中毒真的死超快，但是又要反伤。对啊，我现在是只有一个弑神出云，嗯，我上次讲成出神呢，是多出神，是多出神，我看你看的出神的出神。其实白骨精我觉得它很不错，很值得叠，因为它就是期间限定，然后它就是给你几天，就是这一段区间内你随时都可以打，你就不用说哦，我还要看那个几点，赶快叠，赶快叠。对，那我觉得它值得叠的原因就是它就是很辣。就这样，没有就很辣。其实它神话跟进化的数值都很好。嗯，对啊，那我自己是选择进化它。嗯。我也是，你也是。因为我刚举能，没有办法太认真，不好意思。我们是选择先除掉蝎子。没关系，爬过去了。这种是常有的，这种是常有的。好哇，好痛哦！哇，我先来，你是撞村长吗？我在想我要怎么样可以隆撞，隆撞！哎呀！有时候是不是很贪心？这个也想，那个也想，最后就什么都没有。还好我们都没有。人生必也是这样。白骨精的补特，因为他的大炮会无视我。他的大炮很痛，真的，他的那个机关枪，你看，如果我们在补特的话，就会被他射死，真的喷到。还好我们
现在的血量哦。奇怪，我觉得真的有，我真的有巨能不能讲话的障碍。想要专心，哎、欸，我在路上打，然后我只要一句呢，我就会停下来。我也是。对啊，就是那样路人应该觉得，这人到底在干嘛？哦，不有卡进去卡顿100汪，真的。那下一张地图呢？最好，因为它其实还蛮危险的。是，我们可以先把上面的那个导弹吸收怪先干掉，然后孙振放个炮。还没有到放大的，对我们还不行，糟糕了，抓弱点吧，张爷，我们就5回合撑一下，真的，因为他等一下还会再传唤其他的怪，然后就整个地图满版，哇，这个怪在打出一个满版的，最好也不要在他左侧下方了，然后被那个枪喷到就是白了。大招，对，如果可以放得大的话比较好，因为我们都被毒到，所以我们血会一直变少。没关系，我等一下撑得过这一波朱丽叶就可以过去试试，然后刚好心也可以已经养成金星。我们要撑过这一波，撑过去！朱丽叶吃心，吃吃吃吃吃，朱丽叶吃。那这里我们可以不用放下石了，对呀、啊，血有出来，血有出来，血量出来了。好，那我就刚好再来。好了，注意，注意啊，注意啊！下一个就 SS 放一放就对、欸，大家可以集中在上面，因为那个怪等一下会在上面卡在蝎子跟那个刀刃弹吸收怪里面，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。哎、欸，你撞到石头，我也没办法。我知道你是个叛逆的孩子。那个石头很讨厌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都不喜欢有石头。比起复活怪，比起蝎子，我最讨厌石头。然后下次全部都蝎子，我最讨厌的就是蝎子。还好我亚瑟在的那个位置也很不错，是在护照外面，然后对他放大的话，我是会很痛。好，五金烫哦，接招！耶耶！在我亚瑟放个大，好好，可以啊！耶！嘿嘿，再见啦！呜呼！好想要亚瑟哦！对呀对呀！哇，一颗！稳稳的，还超速过关，哇！耶耶！我真的觉得它很漂亮哎、欸！你跟我说你是进化它还是神化它？进化。你跟我说吗？有啊，你有讲，我已经讲了。我讲了，在巨能的时候，常常没有办法一心二用。好。看一下白骨精，对白骨精进化后长怎么样呢？它原本是这样子，很辣，牙肉一波，嗯哼，然后进化之后是这个强御女王白骨精，哇强御，然后反伤巨能矿物砂，哦、那不错啊，对它的 SS 就是朝着狙击方向发射镭射，并一刀一弹追击敌人，也是很不错啊，对啊，要回合21而已。哦、oh.
Great， 大家可以叠哦。是，而且我知道这个关，如果你很幸运的有遇到那个就是三排金蛋那个，它就是每死一颗蛋，它就掉一只、那個。那个关卡超爽的，但是是面对面比较容易遇到。没错。对啊。是，那大家就赶快来挑战看看吧。其实它蛮有挑战性，就是因为我们是比较强啊，所以大家就是哦，不要看它很简单就掉以轻心，其实它输出真的是很痛的。我建议第二条弦真的放一个大，但如果你像我们刚刚那样，正好有一个心可以补发泄补回来的话，就还 OK。没错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打打打啦，马上进入弹珠快报。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锵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锵咚锵。恭喜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是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弹珠快报。弹珠快报，我是罗康妮，我是主播铁鸡。欢迎收看弹珠快报。是，祝大家猴年猴塞雷。是的，然后呢，我们也特地写了个春联，要来祝福大家。是，上联是什么呢？祝大家春节冲蛋，必中五喜。是不是很有诚意啊？超级有诚意，连我自己都想要这个对联的愿望。真的。好，来进入来主题啦。是，那我们这次过年会有什么样的快报要来报？是的，有新春限定特别关卡，是北固金，宝玉长眠的春节结界，北固金就是刚刚白骨精，是就是刚刚打的那个关卡，是的，没有错。那它是农历新年期间特别限定的关卡，然后呢，它有分成两个，那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呢，就可以遇到很酷的地图。那这就是有金蛋兽跟二蛋兽，好像是面对面的话呢，我们就对几率是两倍。那金蛋兽的话，就是你如果把他们每打死一只，它就会掉一颗，必掉，是总共就会变成有六颗。对，六颗。对，那如果你遇到二蛋兽的话，就是运气比较不好啦。对，据说它比较难搞。真的，那我还没遇到，我也还没有遇过，我只有遇过我们一起遇过金蛋兽一次。对。没错，大家就加油了。真的，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新年的特别关卡哦，复刻版的。对，细数羊只进入吉祥出梦，是艾瑞斯。对，就是艾瑞斯，他是就穿着橘色和服，算也算是蛮可爱的啦。他进化之后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对啊，那只我有收集。没错，那就之前没有打到的人，这次。好好挑战一次啦！真的，但当然白骨精是还蛮适合叠运的，我是会叠白骨精，对，所以其实就是大家加油啦！好，加油！接下来问答时间，来，吴孟威说康妮姐姐跟以西姐姐超美的，还好还可以，谢谢，我想必中福星。我想请问花枝精灵铃兰和名门弟子铃兰哪个好用？然后呢，他还是说我因为呢，我已经把铃兰强化变成花枝精灵了，那还有打阅读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？那本人还没有阅读，想要请教我们一下。来，是，我是觉得说你铃兰都已经进化成花枝精灵了，那你就不要问啦、啊。真的，其实小诗是那个花枝精灵的那个。对对对，这个我这边是有啦，花枝精灵蒲公英嘛，是神话啦。对，那蒲公英它本身就是飞行繁重，就如果你有一些地雷关卡，你就可以带它。那它的那个 SS， 它就是威力是受限速，等一下，炸弹就是安装在上面。你刚刚不是说你知道铃兰吗？可是你刚刚讲的是那个花枝国精灵啊！我刚刚说花枝国精灵铃兰，然后他说问这个问我就对了，我有，然后我说好，那这题就交给你。不会是花枝国精灵蒲公英啊？他是铃兰，你是蒲公英，还是不一样啦？差不多了，可以的。好啦，可以啦。就是其实名门跟花枝国精灵的话，那他们神话进化就是应该说能力不一样，一个是反传，然后贯穿。是。那神话之后是飞行反传，然后巨能是鱼众杀手，那它是反射。然后大招的话，进化是落雷，然后神话大招是把所有东西都视为无效化的大招。那我自己是觉得神话现在目前是可以打下 A 级的。
大概吧。你看飞行跟是可以啦，对啊。但是如果当然你有魔力之流或是什么的话，我觉得带他们是更好的选择。如果是我拿到这个角色，我会神化他。嗯，参考啊，你就参考参考了，看看吧。但是他还有第二个问题，打猎有什么注意事项啊？不要死。我觉得你的回答很好，很中肯。没有啦，我觉得打阅读其实我自己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你每一回合一定要清小怪，对，一定要清小怪，就算王的输出没有办法带也没关系，是一定要清小怪，然后一定要选择方面就是一定要先杀法师，因为他会锁你，然后也会喷那个伤害。那我觉得在选角方面的话，一定要带一个加速哦，加速是一定要带。然后那如果你觉得对自己的，就是因为其实是没有补血果实嘛，那如果你觉得没有信心的话，你就带一个补血角，没错，对。或是如果里面有个贯穿角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对，贯穿最好都是贯穿啦，贯穿加加速的话，你比较容易一次把那些小怪清。对啊。给您参考用喽，参考看看啦。下一题，暗装 99961， 暗装出现，又是美丽活泼又搞笑的康妮以心，你们好啊！祝你们猴年行大运，事业大顺利，抽蛋都五星角啊！这个好啊！你们可以祝我早日抽到天草妹子吗？不可能，我没有抽到钱，我不会祝福你。目前大过年还祝他一下。好啦，我们都已经讲了嘛，必中五星，春节抽大必中五星，祝福你们，然后祝福你。是的，好，再来下一个，这个有点难念哎，这个符号很像以前改作业，老师说那个对一半那一个，对啊，50分格雷，50分格雷，嘿，请问康妮小七还有什么很想要的弹珠却还没得到呢？亚瑟，拿破仑，还有吗？还有埃及艳后，好，还没有拿到，还没拿到，我是很想要鹰哦，鹰我也想要鹰很漂亮，对，我也想好看。其实禁欲前我也蛮想要的，因为我就喜欢女角啊。还有那个今年特别只有这个时候抽得到的，那个猴中空吗？猴塞雷，对，就是限定角，对对对，它的三维非常的不错，对，而且是双版，没错，真的，对，哇，那，其实我得到金鱼钱，就，亚瑟也给你啦，拿破仑给你啦，我拿破仑没有啊，我也很想要拿破仑，没关系啦，我也很想要拿破仑，好了，洗脑，阿波你那个阿波罗 S 有四只了啦。啊，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啊，我的那个上山千信正在努力叠集运，谢谢大家。好啦，也祝你这个去春节，祝大家就是新的一年就是必中五星咯，真的好，祝大家都抽蛋头塞雷，新年快乐，猴年大吉大利，没错。那最后就是大家也请记得今年的猴年呢也要持续订阅我们怪物弹珠YouTube频道，还有在我罗康妮跟他天影系我们的粉丝专页帮忙按个赞哦，那个拿一下，好，这样子，哎呦，有哈哈哈哈，好，那我们就下周见啦，拜拜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锵。